捞出来让你们看一下啊，我们沙漠里头的。哇，海鲜。哇，今天是大丰收。从2015年了到目前，我们累计了养入粮水大约是2.4亿。那么在这个沙漠里面呢，也形成了将近100平方公里的湿地。我第一次买螃蟹，描述给家人来读，我们家孩儿也没给说。我就把这个螃蟹苗子买回来放在这里头，放在这个里头，买多少？6万多块钱的苗子。前一会儿又投资了20多万块钱的苗子。放这个功夫打点鱼，再喂点螃蟹，然后下了做，也一年就是个3-2万块钱。